跟住落嚟呢段时间咧，就系一啲比较具体啲嘅生活性嘅一啲嘅讨论啦。我再讲咧，就大家可以一齐加入嘅，即系如果你嘅意见或者你有啲嘅心得咧，都请你同我分享。咁头先咧就多谢莫师俾我一个好嘅提醒，我即系话咧，我提到安息，咁啊，当耶稣喺马太福音嗰度好清楚讲咧，佢叫我哋去到佢面前咧，劳苦担重担嘅，可以咧系得到呢个安息。咁我相信呢个都系好多人而家实际心灵嘅需要，即系你好多挂虑，好多嘅困难，甚至生活上好多压力。我越嚟越觉得压力咧系一个无名嘅杀手啊！好多人系真系，我最近先同一位即系喺海外翻嚟一个校友倾偈，一个传道人倾偈，佢系因为压力咧，所以令到好难继续侍奉。嗱，而家即系有精神或者有呢个嘅心理嘅困难咧，已经系一个公开嘅事实，系咪？焦虑啊，抑郁啊，或者专注力啊，紧张啊，失眠啊，系我哋真系好严重嘅问题。基督徒、传道人都唔例外，我哋千祈唔好觉得佢哋系另类人，即系等于基督徒都会伤风咳，即系同样基督徒冇错，我哋有倚靠，但系有时可能系身体嘅状况，有时可能系我哋唔知道点样处理呢个问题，都会有情绪、精神上嘅困扰。但系我当然我哋同其他人唔同，我哋可以到耶稣面前嚟咧，可以得到呢份嘅安息。咁当然啦，即系好似马牧师提出咁样，即系神叫我哋安息系负佢轭。负耶稣的轭，用他的方法，用他的价值观去看回我们本身我们的困难，那你会得到劳苦担重担，在主面前得到安息。我希望这个都是很多谢牧师一些的补充给我们，可以一些的提醒的。那刚才你可能讲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我比较是快一点完进入，但是我想我都不再重复了。如果大家有问题，即是听到一些地方好像不是太清楚，那么请你一会提出来，我现在先完了我这部分先。那我大概呢都有继续有40分钟到，跟着有20分钟到的讨论的。那或者我其实如果没什么讲，我快一点了，那我就可以开始呢，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希望大家开心建成，讲一下你一些的困难，讲一下你一些的心得，讲一下刚才你所听到的回应。那去到具体的问题，怎样可以有效率地完成神给我各方面的责任呢？这个我觉得是基督徒平衡的生活或者时间管理的核心，就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有效率地跟上帝有好的关系，然后完成他给我们责任。这个就是安息，这个就是有效率管理时间，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好了，实际上怎样呢？那请你重定厘定下自己人生目标。这个真的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很实在的。究竟什么是你想人生得到的？你要问下自己的，你要诚实问下自己。我最近很想做一个 project， 但我仍未的起心肝做的，就是我想坐低落嚟咧，好认真地，我唔系求其写，我想喺我嚟临死之前完成100件事，即系大家有冇兴趣做呢啲咁嘅 project 啊？即系如果做完之后，大家比较一下咁样啊，即系临死之前就想做100件事，譬如话我想，唔知有冇人想去阿拉斯加游船河咁样啊？有冇兴趣啊？我去咗啦，我去咗就系、是，或者我想写一本咧，就系、是我自己嘅传记，写本书啊。又或者咧，我好想咧睇到我嘅孙嘅毕业礼等等，即系随便你噏啦吓。即系总之你定下人生你想做啲乜嘢嘢。咁当你讲做啲咩嘢嘅时候，背后嘅理念乜嘢，即系背后嗰个真正嘅嗰个嘅核心个焦点边度咧咁。咁对基督徒嚟讲，当然就系上帝自己啦。就系、是、我希望你记得，上帝俾你应该一普通嘅人都唔会一个责任嘅，有多个责任，社会、家庭、教会或者甚至系其他一啲嘅责任，唔会两个人系完全一样嘅。所以有啲人咁做，你祝福佢，但系唔等于你要做嘅。你明白我意思吗？即系话，譬如话我。自细有机会学习钢琴，咁当然就弹钢琴啦。喺教会里边，可能你会侍奉啦。但我唔识嘅，咁当然我唔会话点解你识弹，我唔识弹啦。即系唔同嘅，大家同样道理。有啲人可能咧话我对呢个社会时事政治嘅嘢比较负担嘅，比较想为基督徒咧系有啲见证嘅。我祝福你，希望你做好啲。
但有些人可能说我对教会有承担的，我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一生做一个忠心的主学老师，做一个好的青年团 的导师，或者做一个好的执事等等。请你厘定一下，你在上帝面前，神啊，你给我这个生命、究竟要做成什么呢？第二，要具体，千祈不要停留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最好越具体越好。即是如果我想为主而活，我好非常好，不过这个就即是笼统一点、有没有具体怎样为主而活呢？还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要时间表、这里我用一些时间讲一下、我呢就一段时间就很喜欢教神学生怎样写时间表，我发觉他们没有这个观念的。咁咧，點解我可以教佢寫時間表呢？因為我實在失敗得太多啦。我以前喺年青嘅時候寫時間表咧，差唔多咧寫嘅同實際咧係兩件事嚟嘅。寫就咁寫，但實際做唔到嘅。咁後來錯得多之後咧，我又開始得啦。咁有啲人咧，因為好似我咁樣定咗時間表做唔到咧，就索性唔寫時間表，仲衰冇時間表仲衰。大家有冇寫時間表習慣啊？呢度几人读紧书啊？即系full time读紧书，在学嘅。你哋有冇写时间表习惯嘅？吓、我以前写时间表就系、我写到咧就话咧啊几点钟起身，跟住咧梳洗，跟住咧几点钟做咩功课，跟住咧就夜晚几点钟瞓觉我发觉咧咁样定咧，我唔知道其他人得唔得，可能啲人得嘅，但我唔得嘅。唔得，唔单止嗰日唔得，而且因为哇，我做咗我呢一日唔得，第二日又唔得，我累积咁多嘢唔做，所以索性咧就唔写啦。因为知道咧一路堆埋嚟，咁到最后咧之后咧就开夜车啊，或者咧就好马虎咁完成嗰啲嘢咁。嗱、呢个就系我所讲系冇效率地完成上帝俾你嘅托付啊。咁所以咧，我慢慢学精咗啦。我而家咁样做定时间表嘅，我就用个 block， 譬如上昼、下昼、夜晚。然后呢我写时间表之前呢，我先定下，譬如我一个礼拜写成表，我先定下那个礼拜我想完成乜嘢。咁譬如我喺呢个时间表，我侧边咧写低侧边我想完成嘅可能二十件事。咁然后呢我就定落喺呢个 block 里边，究竟放唔放得入呢二十件事？唔好定咁 specific， 半个钟头，咁你真系做唔到嘅。但你知道啲嘢，你稍微咧一松一松，或者稍微咧同人倾一倾偈，或者掉个电话嚟，咁你嗰半个钟头冇咗啦。咁你又跟住冇心機做，所以你成一個 block， 一個長啲時間，可能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個 block， 咁咧，然後你將啲嘢 fit 入去 ，fit 入去嘅時間咧，你就記得一定唔好 fit 滿佢。譬如如果呢度二十件事咧，我呢度個 block 咧，我記得我整完曬之後咧，我仲有大約兩三個 block 係空嘅，專登留空佢。點解專登留空佢咧？嗰啲係我獎賞嚟嘅，係我自己獎我自己嘅。咩意思咧？如果我真係完成咗。嗰兩三個 block 點咧？咁唔需要點嘅，你唔使定曬佢係咪啊？兩三個 block 你到時你有時間，你大把嘢可以做啦，係嘛？係嘛？即係你可以上下網啊，咁哇就冇曬啦即刻嚇、或者你可以去休息一下，或者你可以走去食個 tea 啊咁。你可以獎你即係獎自己真係叻啦！呢、這個禮拜完成到，即係我係咁嘅方法嘅。咁咧就每個禮拜清咗佢。我发觉咁样咧，我有效率都好多嘅，即系啲嘢唔会漏，并且咧系有奖励嘅。仲有你好多时候有机会打叉个传道人，你打都知啦。突然间个丧礼冇得预备噶嘛，系嘛？即系喂，我冇预备你死，点解你死咗？咁即系你唔可以咁讲嘛。咁你死得嚟就死噶啦，咁样咁啊，好啦，跟住啊，你要讲道咁，一去就可能咧负责个丧礼嗰啲嘅编排帮手，你去咗成日甚至两日，咁你点咧？但系如果个空动的时间我再填返佢啦。有时嗰样嘢我諗住本来两三钟头做完我做唔完喎。咁我就可以呢係用嗰啲嘅空间里面呢补返我做唔完嘅地方。所以我每个礼拜我 achieve 到我越出嚟我就用啲颜色筆呢度做咗。我好开心见到哇如果你又一样又一样做到我就好有满足感㗎啦。咁呢呢个係即係我用时间表嘅时候呢係咁做。但坦白讲而家我越来越懒整嘅时间表嘅。即可能已经有啲慣咗啦咁，但我最初嘅時候，我覺得咁樣做咧係對我好有幫助，特別喺外國讀書嘅時候有冇幫助？我講下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我用呢個時間表係對我點樣幫助法啦嚇。嗱，
我咧就喺1987年，有啲人未出世啦呢度吓。87年咧，我就去美国读书。咁咧，我嗰阵时系好渣，其实我读书好渣嘅，即系啲人成日唔信我讲，我佢读书好渣嘅，我英文又渣啊，读书能力麻麻地啊咁样。我啲即系普普通通嗰啲，即系中中挺挺嗰啲学生嚟嘅。咁啊，所以去到咧，我就好勤力啦，因为我过去嘅时候咧。我是 probation 啊，我系试读生，因为我考 TOEFL 考得麻麻地嘅，所以咧我就去到咧就要试读生。试读生咧第一个学期，如果你低个 B 咧，就俾个 warning 你；第二个学期都低个 B 咧，就唔该你翻屋企啦。即系所以好大压力嘅。咁而我过去读嘅书嘅时候咧，我已经决定晒即系准备过去嘅时候咧，就先发现咧我太太有新几，即系我成啱新婚大约一年到有新几。咁咧所以咧佢又作小产。所以咧，佢又要同我一齐去，跟住卧床。咁咧，我要做埋家务啦，要照顾佢啦。因为个医生话咧，除咗食饭去洗手间之外，我哋全部要卧床。咁所以，我两个人都要即系煮饭，都要生活噶。咁就我做晒啦。嗱，因为咁嘅缘故咧，所以我觉得我啲时间好紧张。我又要读书啦，去到啲英文又唔好啦，又唔知医生讲咩喎。即系有个老师，我最怕上佢堂，因为佢讲嘢好中意讲笑嘅。你知啲一讲笑更加难听啊。但嗰啲原来系啲考试内容嚟嘅，你真系死唔死得啦！有一个老师咧就好即系好怪啊，即系我觉得好怪，即系我真系觉得系好怪。咁我都判断都系啱嘅，因为后来佢俾人炒咗，真系。佢咧就着件咧好即系佢都六七十岁嘅，不过着件好鲜色嘅 T 恤，戴一个条好似咁粗嘅啲链，有个十字架挂喺度嘅。咁跟住上堂咧。又唔中意咗，又唔中意，好得意嘅。佢又唔中意派试卷，佢 size 即系唔闻到。佢又唔中意写白板，佢啲白板啲味好难闻，所以唔写。佢以前系写粉笔嘅，佢而家冇粉笔写咧，佢又唔中意写。咁所以咧，佢上堂中意讲笑，一堂五十分钟咧，佢基本上咧前面嗰三四十分钟就讲笑嘅，最拉尾嗰十分钟就系啲好精彩嘅嘢。但我听唔明佢讲咩。咁然后咧，佢有本书佢自己写嘅，本书咧每一句咧好似保罗书信咁啊，真系每一句咧都差半板纸咁长嘅。唔好讲我哋啲外国人睇唔明，啲美国人都睇唔明佢写乜嘅。咁啲美国人就问佢：我唔知你讲咩喎，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个先生话：你 crystal clear， 即系咁清晰你都唔知咁样。咁所以冇得讲咁样。跟住咧，考试仲惨。佢又唔中意印试卷啦，又唔写白板啦，咁点咧？佢读俾你听嘅啫。哇！我真系好大件事喎，大佬，你读俾我听，我听唔到啊！即系我连个题目都唔知我点答咧，咁样就咁读嘅啫。哎呀，我死得啦！咁样，我谂我啲科都一定即系一定唔掂噶啦。咁咧，好感恩喎，上帝有恩典喎。我隔篱坐咗个白人，一个西人喺度，但当时系即系1987年嘅时代咧，所以系即系电脑都唔系话好普遍住。他见我咧坐喺侧边咧，嗰班系成100人上堂嘅。佢见我侧边咧上堂咩一只字都冇写，白纸一张。我唔知道讲乜，我点样写咧咁样，就冇写嘢。所以佢好怜悯我，因为佢同我讲，佢话：点解你冇写笔记嘅？我唔知道讲乜，我点写咁样。跟住佢话：不如咁样，我帮你啊！我点帮啊？佢话：我每一次上堂，我都差几张佢打晒落个电脑度嘅，我 print 一份俾你啊咁样。哇！跟住就救咗我命啦，我就拎咗翻去读佢份笔记，结果咧，我成绩好过佢。即系我唔系想认叻啊，只系神嘅恩典啊，即系神恩典。嗱，我喺咁嘅情况之下，我更加紧张，因为听唔听唔明，所以好紧张安排嗰啲时间咧。好啦，我讲我成日点安排，你参考下好冇？嗱，坦白讲，我而家做唔到啦。嗰阵时咧未有细佬哥，我哋两个人。虽然好忙碌，但系咧，每我大约读15-16个学分一个学期啦，即系话有15-16个 hours 上堂之外，我定咗咧，每一日星期一到星期五要读10个钟头书，除咗上堂喎，系得噶原来。然后星期六日我唔读书嘅，星期六日咧尽情喺教会生活，同埋同我太太相处，我煮餐好饭俾佢食。到星期日黄昏。即系大约6-7点食完饭之后咧，我就开始进入读书状态啦，又好紧张。星期一到五咧冇揾我，我好专心读书。
然后咧星期六日咧，我就唔理读唔理课本噶啦，我就走去教会，好专心地去教会侍奉。嗱，咁一日点样读到十个钟头书咧？得噶，原来点样咧？我朝头早四点钟起身 ，OK 嗬？咁咧，然后咧灵修祈祷，我大约五点钟就坐低开始读书噶。我第一堂如果有堂嘅话，都八点钟上堂，即系话咧，我由起身到上堂之前，我读咗三个钟头啦。第二，跟住咧，我就你知道有啲空间，你即系大学或者即系大学以上嘅课程就唔会好似中学咁堂堂都有要上堂噶嘛。咁所以中间咧，可能上昼我有两个钟头时间咧系即系自修嘅。咁即系由我起身到中午嘅时间咧，已经有五个钟头时间系专心读书，而且好精神，啱起身读书好精神嘅。跟住晏昼翻嚟煮饭，买个太太食啦。跟住我会瞓晏昼觉嘅，读学生啦吓，瞓晏昼觉。跟住咧晏昼又读多三个钟头到，个八个钟头嘅。跟住夜晚煮饭，煮完饭之后咧同我太太倾下偈，或者咧睇下电视。然之后咧夜晚大约读多两个钟头，好容易啫系嘛，即系读多两个钟头。而且我每段时间都精神嘅。因为瞓完觉嘛，即系晏昼觉起身读书，然后煮完晚饭，有阵时我瞌十五分钟，或者唔瞌再读两个钟头，唔系好难嘅啫咁。咁啊，结果每日咧我读十个钟头，所以我第一个学期咁读书法咧，我将勤保住自己知唔得啊。咁所以咧，我每个礼拜有50个钟头 solid 咁读书嘅，除咗上堂之外。结果咧，我第一个学期开始咧就已经除咗呢个 probation 嘅名啦，我就可以继续读书落去。坦白讲，咁样维持到大约一年到，因为我女儿出世啦，跟住就真系阴公啦，真系好阴公嘅。点解咧？因为咧，我女儿出世之后咧就好醒瞓嘅，我 one bedroom apartment， 咁咧我喺房里边，咁我要出嚟读书噶，房里面读书咪嘈到我太太瞓觉咯，咁样我出嚟房一出厅咧，我女儿就醒噶啦，咁咧我将我女儿放埋喺房里边咧。跟住我出厅咧，一开灯我女又醒噶啦，咁样，所以好麻烦。卒之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我呢边叫 north apartment， 我走去对面咧嘅 south apartment， 嗰度有 basement 嘅。嗰时系冬天嚟嘅，你知唔知芝加哥冬天几多度啊？系-20-30度嘅，而且 basement 系冇暖气嘅。咁咧，我试过四五点钟喺度读，我即系我试过四五点钟得噶嘛，咁谂住而家都得啦，咁样即系读。读到冻到僵咗咁样，即系其实唔得嘅，系有问题嘅咁样读法。我但系读一个钟头都顶唔上，我走翻转头嘅。嗱，不过喺我即系仍可以控制到时间嘅里边咧，而家即系首歌未出晒啦，而家首歌大晒，我当然可以控制到自己时间啦。我用时间表对我有帮助，就用头先嘅方法。我将每一个礼拜写个表里，我觉得好似我个大餐咁啊，呢个时间表，我有几多嘢食咁样，我睇点放落去。然后放俾自己咧，有啲甜品嘅，有啲空间咧，我中意做自己做嘅嘢，可以出去行下，或者咧可以去 shopping 啊，或者咧可以咧系有啲娱乐啊咁，咁我都好开心嘅。咁而且我仲保持住咧头脑成日都好清醒，好开心做每一个时段嘅生活，好过你成日哎呀好急啊咁样做，其实效果仲差嘅。OK， 嗱，唔好意思，我讲多少少关于自己嘅时间运用吓。你有冇兴趣回应一下呢方面？各位学生哥有冇咩回应啊？大家有几位学生哥喺度？你有时间表噶啦，可唔可以讲下你啲时间表啲心得啊？你唔好客气啊，真系。每日八个钟啊？你读紧咩啊？哦，中学 OK， 咁都难得你今日都嚟啊吓。咁希望你啲观念慢慢你用得到啦吓，唔知道。啱唔啱你嘅情况？后面嗰位有冇咩想分享？你读紧中学系咪 ？OK， 你有冇写时间表啊？冇嘅。OK， 好，唔写时间表都做得咁好，真系好啦吓。好啦，跟住我希望你能够与人分享。你定咗目标之后同人分享，你讲俾人听咧，俾你有动力做得好啲嘅。如果你写低话，唔好讲100件事啦，你话。我未来呢几年想做嘅10件事情，你同人分享。譬如话，我想养成咗即系做运动，或者我喺呢一年里边咧学识咗咩阳式太极咁样啊。咁你同人讲咧，容易做得成啲嘅。
仲有第二就是如果你有效的管理的时间呢，是跟你的人际关系有关系的。如果你一个很孤独的人只是躲在自己做事呢，就算你做到你都不会满足的。我希望你能够找到朋友。坦白说，在人生的路上面呢，年纪越大呢越难有真正朋友的。所以请你珍惜。我举个例子，如果我认识了20年的朋友，你跟他很好朋友。到21年的时候你跟他闹了一场交。那你估计22年之后会怎样呢？是去回那20年呢，还是去回闹交的位置呢？你都有经验的，应该。在哪个位置呢？闹交的位置。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基督徒都不例外。即那里好像一根刺一样，你解决不到的。好些人说，喂，我哋是还是人还人嘅喎，咁样闹完交之后拍膊头出去饮茶嘅喎，咁样佢冇嘢嘅喎，我同佢，我话你要感谢神。坦白讲，我仲未到呢个境界，体会到咁嘅功力啊。我觉得特别我哋中国人好难嘅，嗰条裂痕好似喺心里好难嘅。咁咧，所以更加要即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嘅心，唔好动辄就发火啊。应该好好地勒住你舌头，用雅各书讲，你想冲口而出，你勒住你舌头，保持翻嗰个关系。退一步，有阵时咧真系海阔天空。如果你冇朋友嘅话咧，你会影响好多问题嘅，系嘛？你冇人分享啦，压力嘅时候唔知点舒缓啦，你会瞓唔着啦，或者咧，你知道嗱呢样嘢真系男女有别嘅，我发觉。我发觉我可以观察你，我希望冇得罪女士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噶。我发觉咧，多数我唔知我可以咁讲啊，女士有嘢唔讲唔得嘅，唔讲会死嘅。有个人真系我，你话江牧师你知道我啦，女人嚟噶嘛，我有嘢一定要讲，唔讲会死，你听我讲啦咁样咁啊，跟住佢讲啦，即系你传道人一个训练，其中一个训练就系要坐喺度识听人讲嘢。是很难的，这个很困难的。即是一个 actively respond 的 listener 是很难的。坐在那里，是很艰难的事情。跟着讲完之后呢，他回来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很有帮助，其实什么帮助呢？有人听他说。我讲真的，真的。我上个礼拜先跟一个在国内来的人，一个年轻人聊天，他问我，其实我不认识他，不过想找我聊天。再来倾偈，倾倾，跟住佢同我讲，今日好好舒服，因为我好多嘢讲唔到俾人听，咁揾人讲到啦。我听嗰个咁嘅报道啊，喺美国有一个人做一则广告，佢话咧，你只要俾$5，我就会好 actively 聆听你讲嘢，唔会驳你嘴嘅。结果系点咧？结果佢生意滔滔。真的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很真心愿意聆听你人讲嘢嘅。所以各位做即系结婚嘅配偶，请你真的学一下呢样嘢。你唔好望住手机听对方讲说话，你睇下今日去食肆嗰度啊，冇人沟通啊，个个都系手机嘅啫咁样。你睇下搭地铁，个个都系手机嘅。嗱，当然有佢嘅方便，有佢好处嘅，我唔反对。不过有咗沟通嘅平台，但是却是没有了沟通的实质。请你听人讲嘢，是很需要听人讲嘢。太太们，请你记得，如果你丈夫在教会在工作很辛苦的时候，他回来是很想你听他讲嘢。虽然那些男人那些自尊心强大的地步，我不用人帮的，这样其实他是讲大话的。你记得，你听我讲，他是讲大话的。他很需要人帮，是很脆弱的。而且心灵好脆弱添，你试下唔尊重佢咧，佢会死嘅咁样。所以你听佢讲嘢，然后你用一个好似你初恋咁嘅眼神望住佢，哎呀，好仰慕佢咁样听佢讲嘢，佢就会哎呀，觉得好好啊，我翻嚟好有家庭温暖啊咁样，咁佢就唔会出去搞搞震噶啦咁样。先生又系，请你 actively 唔好咁快去做啲判断嘅句子。去跟你太太讲嘢，你要听佢讲嘢，系嘛？
我有时都讲佢哋，唔知有冇呢度讲过呢个咁嘅情况咧？啲太太好中意买完啲衫翻嚟咧，就摊晒出嚟嘛，即系啲战利品嚟，啲鞋啊，啲化妆品啊，啲衫啊，铺晒出嚟咁样。跟住先生翻嚟啦，佢做咩咧？靓唔靓啊？系嘛？先生点讲咧？先生点讲？你会点讲咧？靓唔靓啊？咁样，大部分嘅老公点讲咧？几多钱啊？我佢问你靓唔靓，你话讲靓系几多钱啊？咁样，即系我哋唔系好想有啲咁嘅沟通嘅，我哋就想好实际嗰个问题。哇，又嘥钱啊！冇搞错，第107群啊呢度咁样吓。嗱，呢个就唔系沟通。嗱，变咗慢慢咧，我哋个人嘅心灵里边好似好枯干咁，冇人明白我咁。全部人一样系，就算我做牧师，我做院长，我都觉得好少人沟通嘅。我好想有人听我讲，诶、哎，你有咩新，你有咩困难啊？咁样。其实你辛唔辛苦啊？我可以点样去关心你嘅情况？嗱，你知道你越系领袖咧，人哋到你面前系想攞嘢嘅，或者系想抌垃圾嘅，一路吐苦水、吐苦水、吐苦水、吐苦水。咁、所以咧，你应该锡你嘅传道人咧，你要好好地即系同佢沟通，包括咗你请佢食嘢啊。嗱，我唔系讲我啦，所以即系你唔使你唔使吓，因为我讲完就走嘅。啲牧师啊，嗰啲传道人，你锡下佢，同佢讲下嘢啦，请佢食饭啦，请佢食啲好啲啦，或者如果可以话，你成为佢嘅祷告嘅支持嘅人啦，等等。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沟通嘅，连主耶稣都需要，连主耶稣喺客西马连都话：你可唔可以同我警醒片时咧？咁，如果耶稣都需要，边个人可以话我唔需要嘅咧？我属灵强人唔使嘅，呢、这个直情自大。好啦，所以请你努力建立主里面情谊，包括咩咧？冇朋友嘅人多数系唔快乐嘅，所以如果要满足嘅人生咧，如果你冇朋友，你好难做到呢样嘢，因为神创造人就是一个群体嘅生物啊。学习祝福人，听对方嘅感受，唔好净系挂住几多钱，听佢感受。原来我太太好著弱喎，咁样。我个好朋友，我传道人嚟噶，不过好感，即系我哋都好感触地咧，佢。同我一样年纪，但系先几个月过咗身啦吓。喺神学院嘅时候咧，我就去做同学，我哋倾开偈。当时我哋都有男女朋友嘅，咁咧我就话咧，我最怕同我女朋友去 shopping， 我好怕 shopping 嘅。我唔明白，我真系唔明白啲姊妹咧点解好攰，一 shopping 嗰日三个钟头就唔攰，我真系唔明白嘅。即系我觉得咧喺个商场度。喂，間間咁上下噶啦，咁樣，所以商場啲好即係我好神奇喎、啊、啲商場嚇、啊，我見嗰啲商場叫沙律，我日日食沙律啦，原來唔係食沙律嘅喎，原來賣手袋嘅咁樣嚇 ，banana 唔係有 banana 賣喎，原來真係，哦，anyway 你知道多我啦，但係我個同學咧就好得意啊，佢話我好中意同我女朋友去 shopping， 我點解咧？點解你咁犀？你教我點解你得嘅咧？咁樣，佢唔係啊，去 shopping 好好噶，我話咩好啊？嗱，我去 shopping 咧。去理解一下我个女朋友中意咩，中意咩 taste 咁样，就啊佢中意点嘅颜色，中意咁样，我俾下意见佢，然后我认识佢多啲，我觉得哇，我真系觉得好佩服你，好伟大嘅境界真系，我学唔到嘅真系，我觉得我到而家同我太太一个钟头啊，一个钟头之后走啦，系咪咁啊？啲弟兄系咪咁啊？但系你哋好高境界啊！你哋好高境界系嘛？你知道咧，有个心理学家话俾我听，你而家咁样对太太咧，你会有报应嘅。嗱，你喺你工作嘅时候，你觉得哎哇好忙啊，大佬我大把嘢未做，咁 shopping 同埋求其啦，你知道我哋去超级市场去买嘢系指定咗啲货物去到买完走噶嘛？呢个弟兄嘅谂嘢方法。但女嘅唔係睇下比較一下先咁樣嚇，呢度啊呢間唔同隔離嗰間比較埋先咁樣啫。哇！真係可以幾個鐘頭得嘅，咁我好唔耐煩。咁咧呢個心理學家就話咧，你知道有報應嘅，點解咧？因為到咗男人退休之後咧，男人開始咧退休之後嘅心態會變嘅，就開始好中意個家庭。但個女士咧就啱相反嘅，成世人屋企煮飯俾你食，因為你出去做嘢嚇。而家你退休啱晒啦，我好想出去有我新天地。结果呢
個男嘅翻嚟好大期望，個女嘅唉唔好搞我，你唔使黐住我咁樣。我真係識得喺美國啲朋友係咁樣嘅，個太太好中意自由，你唔好理我，我自己出去 shopping 得噶，你唔使理我。都先話唔得，我陪你啊，你揸車咁渣，我陪你啊咁樣。但係繼續要 control 嚇、啊，去到嗱，我出面等你一個鐘頭出嚟啦咁樣。但係太太好大壓力咁樣啊，所以咧最好喺你仍然可以控制情況之下咧，你學習咗個聆聽者。學習了一個以對方為中心相處，我坦白說這個講是容易做難的，但如果你不是嘗試學習這樣做，你沒有什麼好日子過的。生命記呢一隻很絕的經文，我很喜歡分享上講的。生命記說呢有一種情況的人呢可以不用出去打仗的，什麼情況呢？新近娶妻的，剛剛結婚的，不用出去打仗，好好謙文喎，你每樣律法係啲好冷酷嘅嘢，律法好人性嘅，啱啱娶妻嘅，唔通佢死咗咪做個寡婦咁樣，所以就係新人出唔使出去打仗，不過有個任務嘅喎，個任務咩咧？佢話你要喺你嘅屋企裏邊使你嘅妻子快樂，係咪好好謙文啊？係咪最好嘅家庭指南啊？呢個丈夫有個任務。就令到太太快乐，你太太不快乐是你的责任，而事实上你太太不快乐你都没什么好日子过，是吗？你想想你太太不开心你有什么好日子过，这样所以、不要讲这些，真总之这些夫妇问题你问马牧师问他们就可以了。好，第三，怎样好建立主里面的情谊呢？面对和以及处理人际而来的伤痕，我今天的我是个历史的人，是吧？我当然有我的历史，历史可能有些问题未曾解决，积聚在我心灵里面。譬如我比较孤僻的，我对人没什么信任的，我不喜欢开放自己的，都有它的原因的，可能是天生性格，可能过往历史，可能我曾经被朋友煽过，我在教会里面，我曾经在侍奉里面很热心，但是结果是没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我心灵里面好像很多伤痕，这些伤痕会影响你，影响你周围的人的人际关系，好好地处理它，靠主，没什么问题解决不到的。然后学做巴拿巴，你知道保罗巴拿巴最后都闹交，是不是大大争论？我经常问两个问题，如果给你觉得保罗啱定巴拿巴啱呢？巴拿巴你自己都讲经文啦，巴拿巴话马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唔好冇揾佢，好有原则嘅。但巴拿巴呢俾个机会佢啦，咁样边个啱呢？嗱，我想问下你，如果你作为教会嘅执事，你想请巴拿巴咁嘅传道人啦，定系想请保罗咁嘅传道人呢？巴拿巴，有冇其他答案啊？或者义务啊嘛。不过如果将问题转咧，个答案差唔多一面倒嘅。如果头先问咧，有啲人就会觉得，有原则好啲咁样。咁啊，大家将问题转咧，如果你系马可。你想你的前辈是巴拿巴定保罗呢？差不多肯定是巴拿巴。每个人都很需要其他人的怜悯。我希望教会里面有原则的领导，但是我希望教会里面更多有巴拿巴这样的弟兄姊妹安慰鼓励同行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最后可能你不是一些很大所以成就给人见到有成就果效的人，不过人家会觉得你一个很忠诚很愿意跟你沟通的朋友。你羡不羡慕呢？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你一百件其中一件，我能够成为一个人家是觉得可以沟通可以建立友谊的朋友。如果这样，大概你会有一个快乐满足的一个人生。第三，要努力为自己创造空间。我记得一次听心机你听到一个这样的讲法，我很深印象。他说一间屋一个房间
你唔会觉得堆满晒嘢就系呢个房间好嘅系咪？冇人中意咁样住啫系嘛？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我希望你唔好咁嘅孤僻啊！即系啲有啲人好得意啊，即系唔舍得抌嘢，就成屋堆满晒嘢咧。其实唔舒服嘅住得。屋企一个房间有空间系必须嘅，唔系有空间就塞实晒佢就叫好啦。嗱，呢个系地方嘅空间，时间一样系咁，唔系将所有时间塞满晒佢就叫做充实啦。一样系你需要空间，如果唔系咧。你会咧，成幅图画、成个时间、成个生命咧，系显得系相当之困迫，同埋咧系好辛苦嘅。所以为自己努力创造空间、时间啦、地方啦等等。咁当然特别香港而家嘅居住环境咧，系令人好窒息嘅啊！纳米楼啦、劏房啦，系越嚟越俾我哋咧喺空间感上边咧系越嚟辛苦嘅，所以更加要努力创造空间，包括咩咧？创造同神独处空间。你好老实问自己一句，我中唔中意同神独处呢？我中唔中意灵修嘅呢？如果灵修只系个责任，因为教会基督徒，因为我侍奉嘅人要灵修，咁都好，你都有责任感。不过你知道你唔会享受。但系我系中意，点解灵修？因为我中意。点解祈祷？因为我中意。嗱，坦白讲，呢种系要培养嘅，要慢慢培养。但系我见唔到个上帝嘛，佢唔系即刻同我讲嘢嘛，我要慢慢去调节紧，周围充斥紧我嘅视觉啊、听觉啊，周围太习惯好多嘢充斥住，冇嘢好似唔安乐，冇嘢唔安，一定开咗电视机，一定开咗电脑，一定要睇手机，冇嘢都拎个手机出嚟系咪？即系一去到冇嘢咁拎个手机出嚟，我哋好唔习惯有一个。即是停顿下来的时间。同上帝一样，你需要用时间培养的。到一个地步你喜欢同神倾偈。然后成为一个不单止觉得重要而且仲是享受祈祷的人。那这个不容易的。你说在教会里面听一个聚会两个钟头一个讲座容易一点啊定是自己安静一个钟头时间祈祷容易啲咧。我最近好多时讲祈祷嘅讲座，我都系咁讲。我弟兄姊妹，你今日用两个钟头时间听个祈祷讲座，好感恩，多谢你哋参加。不过如果呢个唔系祈祷讲座咧，呢个祈祷会，咁你参唔参加咧？大家就会笑啦。我啱上次去一个大教会嚟讲祈祷讲座，100人出席。当然好感恩啦，有咁多人对呢个题目有兴趣，100人出席。跟住我问，如果今日唔系祈祷讲座，喺一个祈祷会咧，会唔会100人出席啊？你见到我哋系相当用一个用啲神学家讲系相当肤浅嘅世代，我只系不断听，好似保罗喺哥罗西书咁讲，啲人好中意听啲闲话，闲即系周围讲下讲下，但系我哋唔中意落到心噶啲嘢。嗱，呢个就系咁嘅世代，我哋要承认我哋咁嘅文化、咁嘅环境之下成长，所以要突破呢样嘢系需要慢慢去改嘅，要享受成为祈祷人，坐地铁啦、搭巴士啦，你试下啲祈祷，等人啦，手机我唔介意嘅，即系你想玩游戏啊、睇下啲嘢，成日我所以到而家都冇 WhatsApp 嘅，有我仔就好嬲我冇 WhatsApp 嘅，佢我。我仔喺美国嚟，所以我点样同你沟通啊？咁样先要打长话俾你咁样。我哋同太太同我太太有 WhatsApp 嘅，所以佢同我过嚟咗先嘅咁样。就系我真系好难接受咧，成日叮叮叮要回应啊咁样。而且你系传道人，佢问咗啲问题你唔答咧，佢会嬲你嘅。佢问一句啊，我最近睇你经文唔识解喎，你帮我你睇点解啊咁样。咁问一句咧，可能你要答佢半板纸喎，系吗？你明白啊？你唔会一句答得到噶。跟住有啲仲离谱，哇！今朝我教会嘅牧师讲到唔知讲乜咁样啊！你听一听，然后俾啲意见我咁。我唔系讲笑，系真噶。我讲真噶。我翻到国外试嗰个情况，有一个人俾我，哇！最近我呢条村咧好多问题，有啲异端传入嚟啊。嗱，呢个异端咧派咗10几本书，你翻去睇下，俾啲意见我哋啊。我唔知问边个咁样。
我知道好 desperate， 佢需要帮助，但我真系对唔住啊，我会死啊咁样会，我连我自己要书要睇都未睇完，我睇到佢十几本书，跟住分析完话俾你听，我真系都留翻马牧师做呢啲嘢啫。所以，我做唔到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仲有，请你咧建立一啲个人嘅兴趣，你唔好做一个闷蛋。你对咩都冇兴趣咧，咁你人真系好冇趣啊！你最好建立啲有兴趣嘅嘢，太多嘢可以做啦，系嘛？虽然香港空间咁细啫，但你好多可以做嘅。运动一个方面咧，盘艺、捉棋，我好中意捉棋嘅，好中意捉中国象棋嘅。音乐或者系一啲嘅旅行、见闻等等，有好多嘢可以做嘅。请你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趣味感、有兴趣嘅人。有人讲过说话，佢话咧，任何题目啊，科学啊，一啲嘅常识啊，或者一啲嘅哲学啊、数学等等，任何题目，如果你肯花十年时间，用啲空闲时间去了解下啲题目咧，你会成为呢个项目或者呢个题目之下咧一个咧系有知识嘅人。如果你再花多十年咧，同一题目之下咧，你会成为呢个题目嘅专家。你同唔同意咧？譬如啊，我对于创世纪好有兴趣喎，咁你用十年时间读下，得闲读下啲有关嘅项目，你成为呢个题目嘅一个好有即系认识嘅人。你再花多十年咧，你写埋创世纪嘅注释书得噶啦，系咪？好，我唔系讲神学家，唔系讲传道人啊，只系你肯唔肯用心去做嘅问题。但我发现咧，就系点解我后来我哋做咗成几廿年人都冇乜成就咧？咁就因为我哋咩都冇认真去落过功夫，所以最后乜都冇咯。咁第四样，基本上咧我冇内容嘅，因为我自己都好惭愧，所以唔写啦，费事作假见证吓。就系、是、好操练身体，好好操练身体。這个、呢个咧就系、是、我啲仔女好严重同我讲，我仔女最近翻嚟同我讲，佢爹哋，我好严肃同你讲。You are dying 咁样，即系佢话啦。咁跟住我同啲童工讲，啲童工话个个都系噶啦，个个人都 you are dying 噶啦咁样啊。系真系需要年纪越嚟大咧，其实我觉得更加要着重我哋身体健康，同埋你真系积咗好多垃圾喺度啊，无论食物啦、空气啦、压力啦，啲无形嘅嘢喺你身体里边，你需要透过咧一啲抒发咧，令你成为一个健康啲嘅人。咁咧。最好你，如果你有啲志同道合，大家约埋一齐，有啲教会咧组织埋男人天空吓，一齐走去行下山，或者咧，当然行完山之后咧，我哋走去饮茶咁样啦，即系咁啊。或者咧，有啲姊妹咧一齐谂下，有啲嘅赞美操等等，系令到我哋咧将信仰、将我哋嘅兴趣、将对我哋有益身心嘅全部将佢结连咗佢，咁咧你成为一个有趣味并且有建设性嘅人。我再讲，目的就系、是。我能够有效率地完成上帝俾我各方面嘅托付，咁呢个就系中心同埋真正基督徒管理时间嘅角度啦。好，最后 Q&A 时间，我喺讲之前咧，我当知道当中有我哋牧者啦，有传道人啦，你有冇啲说话关于时间管理想同我哋分享先嘅？即系唔好客气，即系唔好客气。梁传道或者马牧师，我仲有边位传道人喺度啊？有冇啊？我有啲。系啊，孙生吓，好啦，有冇人想同我哋分享一下？请几位传道有冇冇下系趁呢个机会，将你哋咁多年嗰啲嘅心得同我哋分享一下时间管理。我都好想听啊。系。超级忙。OK， 咁马牧师先啦，马牧师先。点样令到自己嘅心情唔好因为呢啲？突发或者不是我个性喜欢做的、我今天放假我都是想一个人在家的，或者这个是我的个性，但是神给我这个机会这个责任、这个在这个山头二十年调整一下自己，我很满足，我多谢神给我这个机会，那都是我一个时间很大的挑战、当我好像适应了一个正常的传道人的生活时间之后，我又发觉我忘记了一件事，我来到是要做主任的，
咁所以头嗰十年我冇做主任嘅嘢，我净系做传道人嘅嘢。咁所以我喺主任嘅事上边有啲缺陷，就开始出咗啲问题。神好怜悯我，过去我喺度二十年，第二个十年我就留意一下时间要放喺主任嘅事上。主任嘅事就系点样同工嘅侍奉，协调大家，佢哋喺度侍奉，都要理一理佢哋嘅难处。佢喺度侍奉能够成长，我唔系做得十分好，但系我多咗咁嘅意识，所以好似喺呢个环节，我又要用啲时候。咁呢个环节多啲，讲到次数又少啲啦。约见嘅人约多啲同工，约少啲会有啦。好似喺度有个适应咁，但系有一个新嘅领域，我要尝试。咁所以，我好喜欢，多谢你今日俾我呢个总结。有阵时有个感觉，传道人要好有效率做嘢，not human enough。我相信今日嗰个讲法唔系有效率嘅做嘢，系我相信就系面对人生唔同阶段嘅挑战，我好好地完成我呢个角色要负嘅责任。这个时间管理的总的原则，这个对我很有帮助，也给我一个鼓励，也都间接是作我过去那二三十年工作侍奉的一个对我的间接一个肯定。我很多谢你给我这个这样的，给我们这个这样的定义，这个是给我一个肯定。好，多谢马牧师这么诚实。好难得咁诚实去分享一啲嘅即系挣扎啊！咁啊，大家希望你能够爱护你嘅牧者啦，支持佢啦，俾啲再大啲嘅声音嘅掌声好嘛？希望牧者都系朋友，如果能够同佢做朋友咧，我觉得可能咧系有另外一个境界嘅吓。好，梁传道或者后边有冇同我哋分享咧？听讲，我想分享少少咧。头先我睇你 PowerPoint 嗰度要为人生定下目标，同埋创造空间呢两个词语，我觉得我咧都有少少经历喺呢事上面，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工作狂嚟噶，即系我系一个好中意咧堆晒好多工作喺我个时间。我觉得唔知系咪从小个家庭嘅即系父亲俾我啲影响咧，佢成日都觉得话冇嘢做人就系懒人。所以我有种潜意识觉得，好似我一定要将我的时间塞满晒工作，我才好像是一个勤力的人咁样。所以咧，我就即系虽然我生咗四个细路仔啦，咁其实应该很忙。咁养到咁上一大的时候咧，我开始觉得，佢哋起居饮食开始成长咗啦。我好像想找，因为我自己在个学业上面有啲失败，成日都好想喺细蚊仔大咗，好想重拾一个自己。再起身嗰种嘅动力，所以我就会喺个公余时间，我会学好多嘢，揾啲自己好想学嘅嘢。咁我都花咗唔少钱同埋时间咧，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去学一样东西。咁嘅嗰样嘢咧，但系学下咧，我就有种转变啊！而家我直情系丢低咗嗰样嘅兴趣。但系我丢低嗰样兴趣咧，我系因为我觉得突然之间有种觉得。呢样嘢好似有咗嗰种要同嗰种意义冇咗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神俾我一个提示，我就觉得以前觉得好有意义嘅东西，突然之间觉得冇意义，于是我就想掉。但系呢个掉嘅过程咧，我系用咗三年时间去挣扎，因为我投资咗好多时间同埋钱去学呢样嘢，但我就用咗三年时间去掉。咁就拖拖拉拉，咁最后我系。掉咗之后，因为点解我唔肯掉咧？因为我睇唔见新嘅方向，我就唔肯掉我手上面而家所努力追求嘅嘢。咁但系，我觉得神一路都系喺个即系查经，因为我都即系知道灵修好重要嘅，所以我都花多啲时间，冇你咁犀利四点钟，我最多系五点钟起身查经嘅啫。咁我都花一段时间，几年前有嗰次系啦。咁我就都花一段时间系坚持自己去做嘅。咁我觉得即系当我想寻喺。读经里面寻求神俾我方向的时候咧，神都是怜悯嘅。
咁我就可能一路寻求神，越嚟越睇见自己一啲嘅心不正嘅东西，或者都唔系神要嘅嘢。咁我就慢慢神就越嚟越让我里面对我之前好热爱嘅嘢越嚟越淡忘，越嚟越唔觉得睇唔到个意义。咁但系神又唔话俾我听要做啲乜嘢，一个挣扎位啊嘛，即系基督徒都系咁样噶啦，搵唔到条路我就唔想转弯噶啦。咁我就系大神话俾听，神俾我教导系要先掉低，创造空间。我冇个空间停落嚟咧，我根本唔能够即系听见神俾我嘅新嘅方向。于是我就即系顺，我系真系觉得要顺服落嚟，我系先掉。咁掉嘅其中一样嘢，神俾我动力点解最后肯掉呢？因为神俾我睇，因为嗰阵时我为咗学呢啲嘢咧，其实我个家庭细蚊仔个关心咧系少嘅，即系我觉得呢方面可能有失责，神觉得我唔啱。咁我就掉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我要翻屋企做啲更加有意义嘅嘢，照顾细蚊仔唔会冇意义噶啦。咁神俾我好强，你觉得呢个意义感越嚟越强，以前唔觉噶，但系嗰种神改变我个心咧，就令我嗰种转过嚟嗰种意义感就强啦。於是咧，我就掉之後咧，我係翻屋企多咗時間喺屋企。如果你唔問翻我細蚊仔咧，佢都會可能細心留意阿媽嘅動作咧。其實有一段時候我係成日唔喺屋企，後屘我係成日喺屋企。佢哋唔係好知嘅，其實我又講唔出，因為我覺得係神責備我啊嘛，所以我想冒面話俾細蚊仔聽，因為神責備我，我冇睇好啲睇你哋。咁咧，但係我喺屋企嗰段時候，因為我係工作狂，所以咧我喺屋企咧。是都有一两年时间我是很寂寞的在家，因为小蚊仔太久没有沟通了，回家小蚊仔又不懂跟我沟通，我又不知道跟小蚊仔说什么，我是很无聊地在家，日日放工回家坐家是不知道做什么的。我就问神，神我回来家好像很没有意义地度过我的光阴这样。但是就是我就继续坚持不要再去发展我，就是不要再走回头路。咁慢慢慢慢咧，我肯做咧，我觉得神一路一路就开我个眼睛，就俾我睇见啲有意嘅东西。咁我就循住呢个新方向，就定立我一个新嘅人生目标。即系我系咁样从一个我觉得错误嘅方向，走翻一个神喺我生命里面俾我一条嘅新嘅路，嗰种挣扎嘅过程系咁样走过嚟咯。多谢你一个好实际嘅一个例子吓，好，希望你人生更加嘅丰富。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分享或者一些回应，随便你。没有呢，我们早一点回去吃饭。我有问不要拿着。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很想关心身边的人的。无奈即要关心人都比较多啦。时间又有限啦。咁怎样去分辨哪些是其实是真的需要自己去关心，或者神是给你去关心的。有冇啲咩？系啦。嗱，我谂呢个真系好难去一概而论。第一咧，即系每个人嘅气质、每个人时间都唔同嘅。有啲人咧就中意广交朋友，但系咧就冇乜嘢深交嘅关系嘅。有啲人咧可能几个，但系好深入嘅，但系就唔系好中意接触新嘅朋友。嗱，总之咧，我觉得上帝俾我哋可以进步嘅方法咧，就系多数。你 keep 住你做紧嘅嘢，好嘅嘢继续做。不过喺啲弱点里面咧，你认真嘅去面对，咁你就有进步噶啦。你知唔知讲咩嗬？嗱，譬如话我中意广交朋友，咁呢个可能好处嚟嘅。不过弱点咧就唔够深度。咁你呢方面你刻意下啲功夫，神啊，你俾我几个人咧可以比较深入嘅系倾到偈嘅。咁如果你有呢样嘢加埋你有深度咧，咁你就比较咧一个即系理想嘅环境。调翻转头，如果你话我好怕接触新朋友嘅。我只是跟几个人倾嘅啫，咁如果你咁嘅情况，你咧求神俾你开阔少少。咁当你稍微同一啲人比较咧，有啲嘅即系所谓正常嘅交往咧，你亦都会丰富咗你人生嘅。嗱，至于话边个人先系上帝俾我系交往啊咁样，我谂几样嘢啦。第一样即系、就是、你肯即系、就是、向上帝求啦，上帝会带领你啦。其实我太太有啲咁嘅经验，不过有机会先再讲啦。另外就系、是、即系。你都有人证嘅，你想同人交朋友，你必睬你嘅咁样吓。咁对我嚟讲咧，有阵时我开玩笑话咧，我越嚟越冇爱心嘅咁样吓。因为咧，我觉得可能喺呢个阶段里边咧，我宁愿集中一啲同一啲身边嘅人建立啲嘅深啲嘅关系，
就多过咧周围识下人咁样。所以而家咧，我到而家头先讲啦，我唔肯开 WhatsApp 就系咁样啊。只要你话诶 WhatsApp 啊咁样，我冇，咁我跟住冇咗啦。我想约你诶，唔紧要，你打电话俾我秘书啊。嗰啲好认真嘅啲说话啫，你打俾秘书啊，你手嚟电话咧，真系唔好意思啊咁样啊。所以我系越嚟越冇爱心，我真系可以咁讲啫。但系我觉得我自己要定下，究竟边个系上帝俾我托付啦？咁如果你话，我就用好多大把时间空间喎，咁你咪继续广交你嘅朋友咯，咁样啊。好，唔知有冇人补充答翻啊？系个牧师，由先阿龙其实都问咗我想问嘅问题嘅，咁但系我再想更加去问多少少，就系我哋要完成上帝俾我哋嘅托付，咁好多时间我哋会都要去选择一些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可能是家庭方面，可能是自己工作方面，或者是教会的侍奉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到我们去作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不可能即每个工作都会够时间去做，也都眼见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去初初侍奉的时间去很有热情的，但是呢当侍奉越来越多，他就会失去了那种可能热情啦，或者某个时间直情去会逃避，可能这件事都会影响了自己那个。对于神交托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去选择去即有一个优先次序呢？好，一个好好问题，我都乐意同大家分享呢个问题。嗱，我喺教会里边，由我神学院毕业到而家咧，已经系35年，36、37年啦吓。喺呢30几年嘅里边咧，我可以咁讲咧，我未曾见过一个成功嘅例子。如果一个人在教会什么都参与，他不会长的。所以是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可能误导或者引导弟兄姊妹向这个方向。啊，你参加这个，这里很需要人啊，这样应该这个很有意啊，这样。有意无意制造一个这样的情况，令到弟兄姊妹好像要参与。有些弟兄姊妹很单纯也很热心的，他很就是啊，牧师叫到教会有需要我做啦，这样。但我真的未曾见过一个例子他可以持续地参加所有的事，跟住他可以有好的收场，或者他会侍奉得好的。相反来讲，我一会我举个例子，有些弟兄姊妹就很所谓很知道进退，他很清楚每一个侍奉之前他很认真祈祷，然后所交给他的他每一样都很忠心去做，结果他的生命影响了很多生命。我教会一个咧，我好欣赏嘅一对夫妇，佢夫妇同心啦，系我真系一个好好嘅属灵嘅即系朋友。喺因为佢灵性好啦，佢哋都有一个嘅侍奉嘅技巧啦，所以教会好多人都想揾佢做嘢嘅。咁佢一个挣扎位就究竟留翻喺抗礼团，即系我哋咁上年纪嘅做职员，做关心呢班嘅比较成长啲嘅职员啦，定系关心啲啱啱结婚嗰啲？就啲 young couple 即系咁样，结果大约10年前咧，佢就喺神面前祈祷，跟住佢话咧，佢觉得佢嘅生命应该放喺呢班年轻人身上，然后佢好专心地，佢做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就系参加团契或者温个团契运作，佢每一对夫妇佢都约佢倾偈，成为佢哋嘅生命嘅同行者，然后冇翻嚟团契啲，佢会去约佢哋食饭同佢倾偈嘅，一个礼拜有4、5晚都系呢啲小组或者呢啲咁嘅沟通嘅。结果因为呢对夫妇教会好大群嘅，我讲紧咧，大约差唔多咧，系讲紧成差唔多成30-40对啲夫妇咧，系受佢所影响。嗱，我调翻转嚟讲，一个人我好怕一个人咩都啊有咩兴趣咩参加，嗰啲多数咧系好表面，多数好快就死嘅。而且佢死嘅时候佢好伤啊自己，佢唔开心啊，觉得我做咗咁多都唔冇人欣赏我嘅，因为。佢唔喺神面前好清楚，呢个系上帝俾我使命，
所以更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咁如果当然我唔敢一概而论，有啲人可能真係佢能力时间或者上帝托付多啲，佢真係可以做十样八样喺教会里面，咁我唔敢讲冇咁嘅可能性。但係呢喺我见到里面真係好难能够持续得到。所以主要问下喺我里面我点样能够唔单止做，我係做得好嘅，我期望有果效嘅。如果教会里面只要有大约四分一咁嘅弟兄姊妹咁嘅心态参与教会侍奉咧，教会根本唔缺乏人去侍奉啊！大家就问题，佢应承咗，但系做得马马虎虎、甩甩漏漏，咁你真系死得啦！俾佢真系玩死啊！可以简单啲讲，佢又做紧，你唔叫佢走，跟住你叫佢走，好似又伤害弱小心灵咁。但系实际上咧，嗰件工作亦都冇效果，所以宁愿你做得好，咁究竟做几多咧？咁真系因人而异啦。有啲人可能可以多啲，有啲可以少啲，但系。再讲，你有效率地完成上帝俾你所有托付，呢、这个先系真正嘅平衡生活。咁如果你应承好多，但冇效率嘅，我觉得可能你嗰个焦点可能放错咗。但如果你话我有效率做得好嘅，咁你谂下咧，能唔可以再多啲咧？咁呢个个别要考虑噶。咁我唔知道有其他牧者冇咩意见，牧师有冇啲好？时间关系，我想我最后一条问题好，或者最后一个分享，你不一定要问问题，有没有分享呢？马牧师几多个，不如你几多个，你叫哪个会众，你觉得他应该时间管理好好的。不要紧，你就来义务了，不要紧，你说吧。右手边第四行第五个。右手边第四行，一二三四，第五个得三个人在那里。咁啊，后边啦，但系即系跟住数落去咧。我反而系觉得时间管理上系嗰个先后次序咯，即系我觉得最重要系点样喺神嘅工作里面，即系知道神嘅心意。即系譬如两样嘅侍奉，一样系即系两样嘅侍奉，但系两样嘅侍奉。有时我不知道怎样拿捏哪样重要和不重要，还有呢在你参与两样的侍奉里面呢，那些时间都会很扯的，摆放的时间预备也都 很多的。那在当中怎样去摆位呢？我觉得 最难是这些咯。有时是 你有祈祷，但是都好像不是很清晰啊，在这些位里面咯。还有服侍的对象，如果我定了譬如我是长者和一班職青的这样。那在长者和職青，其实侍奉那个心态或者那个即沟通已经很不同了。但是呢又想参与的时候是想找一些清晰一点的。我就是想找自己的恩赐，或者想在里面定位的。咁喺呢啲过程里面，点样去行得更畅顺咯？所以我就觉得，先后次序同埋摆位嘅里面，成日都会喺呢啲位里面系咁兜圈咁样咯。好难得你有咁嘅心，即系证明你好想侍奉啦，都系有心去做好嘅，呢个系好难得嘅。嗱，如果你经过祈祷挣扎，都系觉得唔系好清晰嘅话咧，我觉得有个好嘅方法咧，就系咧，其实呢个正正系传道人嘅责任啦，系嘛？传道人就系使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咁教导我哋嘅。所以如果你真系咁咧，你可能揾啲牧者，揾相熟嘅牧者同佢讲：我有咁嘅挣扎，你觉得喺呢个阶段我应做啲咩咧？咁咁全队人同一齐祈祷寻索，然后咧就按着即系、就是、你自己嘅负担，亦都全队俾你建议咧，可以做一个咁嘅选择嘅。咁请你可以考虑一下。好，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咧，就系、咧，我再讲，我好多嘢自己都做唔到嘅吓，我都系同大家一齐努力紧嘅啫。我绝冇一个咧所谓时间管理专家嘅姿态出现啦，我唔系啊，咁所以咧多谢今日大家咧同喺呢度咧彼此嘅分享，愿神赐福大家吓。